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采访的是黑暗界拍卖王的作者 Shadow， 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话要对读者说呢。应该是披萨吧，就是上面有放莫扎瑞拉 cheese 啊，还有干番茄的那种最好吃，不脆型的那个，我一个人大概可以吃下一整个。台湾的蚵仔煎我也很喜欢，我觉得两个其实是蛮差不多的东西，大概八个吧。干嘛要问这个啊？其中两个不太想承认啊，然后加上一个是在国中的时候，那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所以严格讲应该只有五个，大部分都是被甩吧。不晓得，好像有喜欢被甩的倾向，还蛮贵的，要650块。650块其实在这边价位是 OK 啦，可是折台币大概20000多，就相当贵。之前住皇后区啊，那边就比较便宜，500块包水电，大概做3-4天的案子就有了吧。一只300。大概450吧，其实散光比较严重，先戴隐形眼镜。不过你知道我们这一行啊，就是每天都盯着电脑屏幕看啊，当然对眼睛很不好啦。我也知道啊，常去户外走走啊，不过靠腰外面零下3度哎、欸，有时候到10度，一杯酸辣汤拿出去马上变成4个冰。好啊。其实这本书很多人好像看过，所以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在里面会特地放在地上。年轻人，就是你，你这么。